在网上认识的女人靠谱吗？我这么跟你说吧，上班聊，下班不聊，这是已婚的；上下班都有时间跟你聊的，这是单身的；周一到周五跟你聊的，周末不聊的，就是分居两地的；半夜跟你聊的，一定是分床睡的；随时随地可以跟你聊的，这肯定是没有工作的；积极主动找你聊的呀，那是来套路你的。还有的就是啊，网上聊天聊得再好的呀，也避免不了见光死。所以说呢，如果你想要约会见面，一定要一举拿下女生，散发你的男人个性魅力，你让她心跳加速，这样呢才会有机会进一步发展呢。而女人呢都是嗅觉动物，对于男人的体香是特别敏感的，她有可能不记得你长什么样子，但是呢，你身上留下的那股味道呀，肯定会让她回味无穷。如果说你想给他留下一种成熟稳重的男人味儿，十足的那种格调，我建议你可以入手一款男士的古龙香水皂，你可以用它呢洗头啊、洗脸、洗澡、洗手都是可以的。泡沫是很细腻，洗完之后呢也会很清爽，还有一股淡淡的古龙香味儿，散发着浓烈的男性荷尔蒙啊，简直不要太上头了。让他对你啊久久难以忘怀，现在个位数还给你包邮到家，赶紧点击左下角给自己安排几块吧。